现在知道疼了，刚才不管不顾，拉你还凶我，那你别管我呀。忍不住。别动。那我不动就不动，我又不是你的机器。今天一天没吃东西，你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志州，公司那边怎么样了？现场人散了。好，我们都想想这件事后续怎么处理，争取把影响降到最小。处理完了。啊，许壮就只想要钱，巴不得尽快跟我们谈，没费太多功夫。条件都同意了。对，他已经签下承诺书了，稍后我把扫描板发到你手机上。嗯，知道了。看什么了？在看有两个质疑星辰的帖子。看看这个。本人承诺，张凤美腰伤与星辰科技毫无关联。许壮欠的。嗯。总之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？再坐一会儿。马上就可以吃了。上次来没注意吗？那为什么没有鱼啊？郭奶奶说我生活单调，让我养养鱼，丰富一下我的生活。
我哪有时间养鱼啊？你看，姑奶奶还是觉得你平时太死板了，该学学鱼的灵动和可爱。谁想到你养了一缸子水，这不显得屋子里更冷清了吗？有吗？还好吧。留着呢。送给你。我又不喝酒。就是因为你不喝酒啊，下次我喝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跟我碰杯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发什么呆呢？吃饭了。你这是做菜还是做艺术品啊？吃喝有道，南瓜象征招财的，有些地方喜欢把南瓜汤叫成发达汤。来，尝尝，这样行程就不会开不下去了。那其他菜呢？都有什么寓意吗？菠萝的国语是好运，在闽南那边，他们喜欢把菠萝叫做旺来，因为他们的发音是翁来。什么来？翁来。翁来。嗯，翁来。翁来。来。不对啊，你刚刚说他叫旺来，不应该有个旺吗？翁来吗？翁来。嗯嗯，你说的对。哎，可是我一直好奇，为什么都会有寓意啊？当食物解决了温饱，人们就会从中摄取情绪价值，所以这些食物也就有了寓意。怎么样？怎么能这么好吃？谢谢韩大厨为我做的这顿饭。要谢我，光言语不够。